十一号早起，鹿港镇民代表会召开着临时会，针对公所目前为了防范新冠肺炎所做的防疫措施，甲对清明期间六骨塔是毋是开放的代志，请公所阁确实一并做出详细说明。鹿港镇民代表会召开临时会，大部分的代表全部出席来关心目前防疫的情形。武汉肺炎疫情即马已经是民众上关心的代志。鹿港镇民代表会今仔日召开临时会，请公所说明这段期间公所所做应应措施，包括镇里幼儿园甲公共设施等等防疫的状况。了解咱公所这方面呢，针对即个吼，咱即个清明吼，清明即个新冠肺炎吼，要来制作，而且是毋是咱的吼即个防疫措施啊吼做了好无好，啊，佫要来参观的吼，要来去视察即个。咱这幼儿园哦，即卖小朋友呢，啊，即卖这疫情啊真严重，啊来看卖咧，看因是工作这方面吼，幼儿园这方面做了来有定进无？对民众关心的六骨塔是毋是开放？镇公所目前规划采用宣导的方式，请民众卖进入六骨塔内底，伫外口来祭拜。针对吼，咱公所营运的一款措施，啊，咱伫幼儿园方面哦，那么还针对小朋友，那今天要进入到校区，都会跟他们量体温，那以酒精让他们哈擦拭他们手部，还有戴着口罩哦，这部分哦，咱幼儿园拢有跟咱的家长都配合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关系。那针对就是清明节的一个扫墓的部分啊，伫咱第五公墓和第一公墓啊这两侧哈，咱是拢采取是以较侪香炉啊。会当讲甲民众来即个来宣导，会当尽量吼，咱买入去搞吼，咱即纳古塔内底尽量买入去，啊以这祭拜方祖先的方式，啊伫外口会当插香，啊把心意表达，互咱的祖先了解，因为吼即个大环境吼，这个疫情吼，因为大家吼较无公真了解，所以咱以开放式的这个方式，啊希望讲咱所有乡亲会当来配合咱公所。会中代表会嘛，挂机将找时间进行下乡考察，实地视察防疫的状况，讨论是毋是有改善的情形。新中华新闻蔡良谦录港采访报道。